많아. 아이고, 할머니. 你见过猪跟人类的鬼啊？你见过猪跟人类吗？你是要出去的，把我们家给养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猪，人啊，你猪，这有猪，你这么笨，你干嘛吃那个？不知道，知道。<笑>怎么还不走？我这是车啊。这游戏里你这什么车啊？走。好吧，那咱们走小路迂回过去。两点之前直线最短，我冲过去。冲刺着，加速。我让你加速，听见没有？我已经加速了。大哥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哥，我把车找来了。停哪儿呢？门口啊！坏个屁呀、啊！那是没油了。军哥，你马上就能出来了，我把车扎了啊！别扎，我这行不行？很明显，我是在布置陷阱。你们干忙忙你呢，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。美女，咱们有缘再见。你看，我说啥来着？你就得用活人当诱饵才行。你俩别唠了，下回你俩当诱饵啊！打我勒不上，打我太疼了，赶紧扶我一把。